所以520宣誓的时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一个卑微元首，所以总统只要交代任何的任务，我一定是使命必达。当时蔡总统就说，诶，副总统啊，我是不是可以请你做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召集人？我说，诶，好像当时讲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一点。年金改革主要是在早期的时候，一些军公教的年金制度设计的并不很恰当啊，18%的优惠存款啊，像是所得替代率接近100%了哈，所以很多的人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年金的制度，阿扁总统或者是马英九总统没有办法推动成功，就是因为有很大的阻力，所以当时也有讨论到说，那是不是要等到第二任的时候第一任的就不必要做这么样的转型的工作，但是蔡总统说这是我们全面执政的机会，那我们应该把握很好的机会，把错的制度给改过来。我们针对的是错的制度，而不是针对任何的一个军公教的现职的或者退休的个人。他坚持说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们就要做到底。所以他有勇气，有坚持，然后能够带着我们一起往前走。每次我们跟他讲说，哎，这个年金的要永续算一算哦，应该要砍多少砍多少，他每次就说不行啊，这样子很多军公教人员尤其是比较少的年金的人会没有办法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所以他就说好，你们要设就说最低的给付额，也要求说过程呢一定要渐进的，不是一下子要改变很大的。那他说生活过得去也要有尊严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慈悲善良的面，所以我也在这里要讲说我们真的是对军公教人员是充满歉意还有敬意还有谢意，真的谢谢他们才有办法把年改改过来。婚姻平权这一件事情是台湾一定要面对的一个人权保障的问题啊，那这一些同婚的伴侣们，他们在生活上因为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定呢，实际上生活在相当的困难的环境当中，人权保障的机制都没有，那当然这里会面临到这一个宗教团体的反对啊。那就我一个教徒来讲这一件事情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长存谦卑的心。我碰到很多我们教会的朋友，开始的时候不瞒您说，这个天主教的有一些的神父对我可是批评得很凶悍，我太太的脸书里面也常常传来骂我的话，我太太当然很不忍啦，但是我说我有我的坚持，那我的理由是什么？那如果我今天是扮演副总统的角色，扮演这个人权咨询委员会召集的角色，我一定的要把人权的保障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只有人权立国，我们台湾才能够在世界上被人家尊重，而且呢，我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才能够享受很好的人权的保障，所以这个我是义无反顾。